球明星。闪电，你要静下心来看清每一个障碍。嗯，光跑得快还不行。嗯，哎，我还可以飞啊！等我换上闪电飞梭，啊、一定能赢。哎、啊，你还是没明白。警报！警报！有任务！警报！警报！比赛就快开始了，我的队员花生还没有到，而且就在刚才，在花生蓝赛场的必经之路上。发生了雪崩，花生，就是那个冰球明星。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标冰球赛场。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闪电，彩虹，风暴。出发！是。风暴击车，彩虹击车，闪电击车。准备降落。是。是啊，我们一直联系不上的。哎呀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很多山路都被阻断了，花生很可能被困在雪山里了。哎，那还等什么？快去找吧！飞船在雪山里的视野不好，不利于搜索。我们分头寻找，我负责东边，彩虹和小雨点负责西边，闪电，你负责北边。说吧。哦，对了，寻找花生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声呼喊，否则声音的震动会引起再次雪崩。闪电，注意安全！知道。嘿，花生，花生。你在哪儿啊？哎，嘿，找到了！花生，哎，嗨，花生，我是宇宙护卫队的闪电，我来接你去参加比赛。你没受伤吧？谢谢你，我们得快点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哈哈，没问题，我最擅长的就是快。啊？哎。还是看我的吧！装备包太沉了，我带不起来。要不我先带你走吧？不行不行，这是比赛用的护具和球杆，比赛还要用呢。哈，那我们就走路好了。我走路也很快，你跟着我就行。太慢了吧？然后我们就从这里穿过去，很快就到了。呼叫风暴，我已找到花生，请求接应。你等等我呀！哎，你跳啊，跳一下不就上来了吗？大明星，你怎么连跳都不会呀？我不擅长走雪地了。你不擅长走雪地？难道企鹅都生活在热带草原吗？我们这……我们小声点说话。
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还在这儿跟我开玩笑？宇宙护卫队不是很厉害吗？当然很厉害了，这点困难难不倒我。哎，有了。赛场，那就都怪你。我这样也是想让你早点到啊，为什么要都怪我呢？哼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还不都是为了你。你的速度很快嘛，不愧是冰球明星啊。我虽然不擅长走雪地，可我擅长在冰上滑行，我还可以更快呢。还可以更快？我可以跑得更快。欲速则不达，光跑得快可不行。闪电，你要静下心来看清每一个障碍。欲速则不达。花生，我有一个计划，但是光快还不行，我们需要静下心来看清每一个障碍，好好配合才能逃出去。嗯，好。闪电飞速，你们都没事。闪电，刚才你太棒了。你也是。没事就好，比赛就快开始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欢迎大家来到南北冰球联赛的比赛现场。首先登场的是远道而来的北京熊队，现在出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企鹅队。你们好。
谢谢大家。哎哎，闪电！哎，花生，加油啊！我还是觉得北极熊队更厉害一些。谁说的？北极熊队输定了，走着瞧吧。比赛马上开始，面对强悍的北极熊队，企鹅队能否卫冕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出发之球。企鹅们虽然平时慢吞吞的，却可以用肚子在冰上飞速滑行。哦，花生转身！天哪！花生冲啊！加油！看来闪电已经是花生的粉丝了。花生带球突破，稍等！球进了！企鹅们瞬间。